我是 9% 的陈立农，我担当的是笑，对笑，对笑也是特长吗？加油！保密。绝活就还好，是手指比较有力，对。哇！笑，立农笑，边做边笑，已经笑了，已经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乘务员陈立农。负重李怡敦，两地少年交错站成一排，各自的行李箱上都贴有空乘常用语。当少年面前的灯亮起时，对应少年需要举起行李箱，保持微笑，做一个蹲起，并说出行李箱上的话。重点要微笑，还要微笑。开始。欢迎乘本次航班。哦，麻辣。请将手机关机或调至飞行模式。你已经输了，大家都是这样蹲的，而你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接受惩罚，来，你选谁？选，我选农农。这个太难了，还舒服吗？抖会抖太厉害，真的，你们抖的，我脸上跟天旋地转，一直晃。来吧，彩石，走。来吧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，走，走。你再试过一次，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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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往前飞，我先走，走，要飞，走，要飞！哇哇！哇！举他，我可不可以来举？可以，我来举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游戏继续。好。开始。需要肌肉吗？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请系好安全带，调至座椅靠背。大陆没有微笑。嗯。
农农说这是我们队的骄傲，那我哦，那我。现在目前场上还剩下四名选手，我们的唱艺驿站正式开启。唱艺驿站，两队派出任意一名少年进行推平游戏，谁推得最远即为胜利，获胜队将获得与对方交换箱子的机会。那你先吧，加油，农农，加油！哇哇，可以了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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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撞他，等等，撞他！你靠着你的这个，然后可以用力推。哇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这个好厉害！哇！撞掉他就 OK 了 ，OK 了，撞掉他还 OK 了。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成都粉丝上班，没露脸。需要鸡肉米饭还是牛肉面条？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程翔，没拿好。终极 PK， 张一山对阵陈立农。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需要鸡肉米饭还是牛肉面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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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怎么慢了？怎么慢了？餐车经过，请当心。怎么慢了？怎么慢了？加油啊，大陆农农！走，飞！哇哇哇！说出你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在街上的三种南巡美食，升得最高的选手。老师，我升不高啊，行了，弄了，这不是好，给诺诺 OK， 寻题寻高跟木锤酥成功。好，我选你，谢谢杨子姐跟大陆三哥。两队每轮各派出一人坐上球枪进行击剑对战。阿农加油，你是陈战家。准备开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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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，可以，来来来，蘸墨蘸墨，我不推了，给我，哎哦哎哦，出道出道了，我们也碰到了，我们也碰到了，哎哦 yes。哎呦，都喷到我了！我好厉害！去！去！好呀！哎，四十秒，来宝贝儿，加油桶吧！哎，吃哎！哎，吃哎！再拿苍蝇瓶，那个上面，上面。走，快去拿拿拿！
三一三，用力，加油加油，走，六。一，时间到，掌声！时间到，掌声！不行，哥，你太干净了。我们所有人都脏成这样，只有张医生跟张大的身上一点墨都没。猜猜我是谁？每队派出一人蒙着眼睛抓人，其余人在30秒内站定，站定后不可移动。抓人者抓到人后，需要准确地说出被抓者的名字才算成功。如果说错，则可重新选择站位。规定时间内，抓到的人数多的队伍获胜。哇，头发这样的不是蓬蓬。陈立农。你画我猜游戏规则，每轮游戏由一人在答题区猜题，其他人共同拉住中间的笔作画。农农加油。这是什么？换五个脚趾头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哇，只有一个字啊！啊，树林，往这个方向拉一点。不是，不是，你现在叫我叫你来，来吧，不是，不是，你现在叫我叫。王大鹏，你再使劲，你那边不能松，你松什么都碰不了。哦。啊，这算一个那个了吗？你再换第二个吧，再吧。车。脚趾头，脚趾头，脚趾头。走，这边还差一个脚趾头，还差一个脚趾头。大拇指长在脚外边。龟。前。怒。脚。脚。脚。我们给他讲话吧。那是脚趾头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，很像很像。脚趾头，脚趾头，我们大拇哥画的挺逗。两队各得一分，打成平手。所以下面加赛一场，比手画脚，好，自己干。啊。好。哎，哎。小明是司机，小华坐在他右边，小花坐在他后面，请问这台车是谁的？这个超简单，他已经讲如果有一台车，如果的。正确。下一题，如果昨天是明天的话，那今天就是星期五。问，今天实际上是星期几？昨天，那你得往前推两天嘛？礼拜天啊？推两天，周三。答对了！哇，你真脑袋，脑筋急转弯很好用。脑筋成功，你们可以前往五号大家晚上好，我特别选了一首歌陪你飞。
送给我的浓汤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们牵手一起飞，谁能叫我说喜欢你不会红着脸，看着你可爱的会喜欢的双眼，为了回应你写信是一字一句练习聊天，哪里有贩卖浪漫字典，手心贴着手心就会了解爱就要直接又坚决，也许很下单这就是我的专属 Everybody sing谢谢，我是陈立农。你想学我们的主题曲吗？学主题曲吧，副歌部分。嗯，它的歌词是 Hey you Hey you Hey 拼你 A A， 然后 A A 是我们的那个招牌动作。对对对，所以大概是，然后右脚要这样子，要颠一下，就是大概就是直的，对。斜的，斜。然后再，对，然后再过来。然后会有一个这样往上往前面拨开的感觉，前面拨开，对，然后 A 对，差不多了，五六七八 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A我觉得 baby 会相对熟悉一点，因为在我们山西特级，听说你们都是足浴毕业生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厉害啊！哎，董董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哎，这个主意很棒哦！我之前有看过大家玩，然后其实他们的脸的后来的表情让我觉得有点可怕，因为其实他真的是有高度的。不，如果你是试过就知道了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刚刚 baby 姐在台下不是这样讲的。哦，我们让董董来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没问题。你要先量一下高度，对不对？他先感受一下，真的很痛，摸一下感觉怎么样？他其实跟石头是同一个硬度，但是材质不一样。对，不是跳下来，是掉下来耶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现在放弃，你还可以走下去。真的？你真的要放弃吗？假的。如果你要放弃，就直接跳这个上面好了。来，董董，准备。哎，三，掉了。二，真的会害怕啊。
2.5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！哇！什么感觉？幸好有一点，稍微缓冲了一下，做一点心理准备，我转换一下下。我刚刚手没有撑的话，基本上回不去。落地的一瞬间是什么感受？有知道刚那个大后脑勺，就那个触觉从脚底板直接到反射，基本上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在边上面走，而且它还要有一个高度落下来。所以听到没有？一会儿上台的观众朋友要小心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一定会挑自己喜欢的店，所以我们也看一下这些店有没有什么，哎，符合他的个性，符合他气质，哎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？我已经闻到了猎物的味道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像这种有没有禁止通行？我如果是我就走进去，那就走进去吧。不行啊，禁止通行是啊，不好意思。这里有个小的区域可以做一下攻防训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个东西教那可能就是重心吧，啊，如果抓到对方的时候，可能重心，啊，就一下，重心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，嗯。也是重心，这样先推，你可能是这种劲，快，其实很快。死了！哇，今天真的哇哇哇！他们跑太快，要不偷袭？哥哥没有来找我。问题是，他刚刚看不见我，看见他吗？他完全没发现我真的那么矮，真的这么多啊，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里面我看到他跑进这个。勉强一下吧。那边没有吗？在我面前走过去，你完全没发现我，我根本就看到你。老板，继续找。今天呢，还是很开心，可以来到跑男。虽然被淘汰，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想过可以来到这里。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来玩。陈立农，我的农 out 了。我要报仇。街头舞蹈，街头舞蹈，一二街头舞蹈，倒着就这样不就行了吗？一二街头舞蹈，倒着就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模特，对。